走了，先走了。慢点啊！哎，来，我给你揉腿。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哎呀，你说我这腿也是病得真是时候。医生说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恢复？哎呀，说呢，这医生说怎么这也得2个月呢？还真是和我交叉的时间差不多。 要不就没事儿，要不就一块儿来。你不生我气了？我相信你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，真没想到你能带我到这种地方来。哎，你说这话，什么叫这种地方啊？ 没有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这种地方，看着有点活泼，年轻。<笑>得了，你才40岁，40岁呢就是一朵鲜花，你正青春呢。可谁说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知道，这人一结婚马上就显老。哎，对了，嗯，你就放心，让你家春晓就这样走啊。说句心里话，拦也拦不住，是不是？后来我也想明白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？正好。 他走这2天，我也清静清静的。可我觉得你这样是亲近过头了吧？嘿，一开始确实有点不习惯，觉得一个人回家空落落的。不过现在好了，这不有你了吗？怎么听着你这话，合着我就是一饭搭子呀？嘿嘿，可别这么说，首先咱们是朋友，是不是？还互为互利呢。来，哎，我说。 串好了没有？再来几个。好嘞。朋友，我还以为你自从结了婚以后，就没有朋友了呢。嘿，哎呀，结婚这么多年以后，我还真没几个像你这样的朋友了。<笑>听你这话，应该是我的荣幸喽。哼，我应该敬你一下。来，干。哎呀，说心里话。 自打我结婚以后，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于春晓身上。现在呢？现在有了孩子，孩子都1岁多了。再说天天见，天天见，也就那么回事。那我觉得有了孩子，感情应该更深啊。感情还是可以的，就是没有像新婚以前那么新鲜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跟咱们吃这些菜是一样的，这些菜咱们是不是天天吃？ 对呀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扯完了，给你提他呀。别说别的了，咱们赶紧吃，吃完以后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，啊。好，来，走着。来。 小心！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怎么想到带我到这儿来了？是不是想显摆呀？ 春晓啊，特别喜欢这家冰激凌店，所以我认为你们女人都是一样的。要是都一样啊，那你干嘛娶于春晓，而不是别的什么女人？哎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图她漂亮？她是挺漂亮的，但是呢，媳妇儿啊，不再漂亮，只要日子一久了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那你图她什么呀？嗯，她有一种味儿。 冰淇淋味儿啊，<笑>什么味儿？这种味儿呢，就是这个男人特别需要的、女人独有的、特别吸引、欲罢不能的味儿。那是什么味儿啊？
于春晓有这个味儿。当然了。那除了他还有谁啊？原来没什么，可是现在我发现有了。谁呀？你这样问啊？嗯。你呀、啊？真的？嗯。喂。啊、哦，你在那边还挺好的吧？啊、哦，我正在和客户吃饭呢。啊、哦，我挺好的，强强也挺好。啊，这电话费太贵了，长途加漫游，好吧？回头咱们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好好。好了吧？嘿嘿，好，好嘞。哎，我这个客户，要不要喂你一口冰激凌啊？怎么突然？谁要给你吃啊？春晓回来，你还敢不敢请我吃饭？当然敢了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这可是你说的哦。我说的。算话。你还不相信我啊？那咱们立个字据好不好？嗯。哎，服务员，帮我拿个纸还有笔。没事。白姐已经给过了，这是我单给你的，拿着。哦，谢谢。强强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他一直挺好的。丽江真是太美了，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自己去一趟，我都能给你当导游了。不过就是日照太强了，我都晒黑了。你看看我，你干嘛呢？你看一眼啊。开车呢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哎，没什么。哎，你拍摄的还顺利吧？赶上两天下雨，差点就要延期了。我当然不同意了，幸好后几天啊天气都很好。就你一个人吗？嗯。那他们拍完照会不会跟上次一样也给一份？说过几天会一起给我的。都说丽江艳遇多，你就没碰上一个？有很多。你别担心，你老婆这么乖的人啊，当然全都拒绝了呀。我担心什么呀？俗话说得好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什么？你不对劲儿啊？我哪不对劲儿？就是一种感觉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你很奇怪。哎呀，好看。该揉腿了。你稍等一会儿。不是，人家大夫说两个小时就得揉一回，这都三个小时了，再不揉的话我就瘸了。过来吧。哎呦，
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再过一个月，你就可以解放了。这一个月也是最要命的时候。谁说的？你可以趁机休息一下嘛，活动一下你的手部，缓解压力。我跟你说啊，啊，创作呢是一种连贯性的东西，如果刚进去就被打断的话，那很难保证作品的连贯性，懂吗？看来我还是拖累你了。你是我老公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干脆把护工请到家里来，在家里给我按不就得了？这个环境不适合再多一个人了。哎呀，那总得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呀。我在想啊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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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到一个办法，老婆你去画画吧，画画去吧。这才刚按，我打个电话就不按了。哎呀，你去吧，我打个电话，你去画画。哎，喂，是我刘栋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我家有点特殊情况，我想搬到咱们中心宿舍去疗养。你看，真的？哎呦，我真不好意思跟你开这个口，但是，那行那行，等我一会儿处理完了给你打电话啊。哎，谢谢啊，拜拜。老婆，跟你说个事儿。哎呀，等会儿再说。这是关于你创作上的问题，我要搬到中心宿舍去康复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看我在家养病也养不好，你也画不了画，所以我就想，这不就搬到中心宿舍去住吗？那条件也挺好的。你搬到那儿谁照顾你啊？白雨洁啊？哎呀，你看你说什么呢？你就放心吧，不是他。哎，你老公别的不行，就是人缘好，况且人家中心宿舍的按摩手法可好了。可你看这算什么事儿啊，哪有把自个儿家的病人往外面推的。别想这么多了，这样对咱俩都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你说行就行吧。哎啊，那你们那是男女混住的吗？想什么呢，我们这儿都是纯爷们儿，放心吧。那好吧，那你什么时候去啊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下午他们就过来接我了，你就安心画你的画吧。我帮你收拾东西啊。哎，不，不用不用，安心画你的画。给，这个送给你，我在丽江买的。绣这个的阿妈说，女人想要绑住自己的男人，就要绣腰带给他们。哎呀，我要真是带了这个，是不是就得被那个老大妈给绑住了？这就是个意头，这说明我虽然在丽江，可是心里还想着你啊。你呢，有没有想我啊？啊，你到底有没有想我？这照片是谁呀、啊？你不是说模特就一个人吗？这是谁、啊？这个也摆出来了，是那天一块拍的。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这个要说什么？你看看啊，你什么时候用这种眼光看过我呀、啊？我看过你，你也不知道。我就特别想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啊？你看啊。你生强强的时候他在，强强生病的时候他也在，这次拍广告
哟，嘿嘿，他还在。就是原来的同事呗。啊，该你在的时候你都不在，人家怎么了？不该好好谢谢吗？哎，这谁看到这样的照片不会多想啊？我才不会管别人怎么想，我就想问你的想法。反正我就是看着别扭。那你每天和张薇薇一起工作，我也没有说什么呀，这就叫做信任啊。你当初是怎么教育我来着？哎，行行行，咱俩也别吵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以后如果有这样子的事，你就跟我商量商量好不好啊？好老婆乖啊。哎，累了吧宝贝儿，一会儿晚上咱们洗个鸳鸯浴啊。哎，别闹，这么快就修完了，我当然想看了。我就知道你着急，我先修了几张片子出来。要不这样，晚上咱们一块吃个饭，我拿片子给你看看。那可不成，我这刚回来没几天，得陪陪我老公和儿子。哎呀，不至于吧，就吃个饭嘛。还是改天吧，我们找个下午。那行，那我等你电话，不过你抓紧时间啊，我过几天又要出差了。嗯。嗯，喂，老婆，今天晚上我不回去吃饭了啊，因为来了一帮人，我要陪他们跟区政府的领导一起吃饭。不是说好了今天要吃火锅的吗？我都买好底料了。哎呀，这火锅什么时候不能吃啊？啊？你看看你这个人，为了跟你一块吃饭，我还推了别的事情呢。哎，那你就这样，把他们都给追回来，好吧？就这样。这个人怎么回事？连个再见都不说了。这么多能吃完吗？没事，吃吧。我今天啊，就是为了好好犒劳犒劳你。犒劳我？对呀，看看照片。哇，怎么样，我说你是一个特别专业的模特吧？你听我说，好漂亮啊。话说这大灰熊和小白兔，小白兔他们两个呢在树林里面上厕所啊。大灰熊就问小白兔了，小白兔，请问你掉毛吗？掉不掉毛？小白兔说，我不掉毛，我不掉毛。哎，这大灰熊看什么呢？又问了，你喜欢哪张照片啊？小白兔，你真的不掉毛吗？都挺好的。别介啊，我还准备要参考你的意见，我要拿去参赛的。不掉毛干什么呀？我能懂什么呀？那个，您看着好就行了。屁股给擦了。我觉得这张不错，你看，从构图到拍摄到表情没问题，都挺好的，你觉得呢？那个真对不起啊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想先走了。别呀，这还没怎么开始吃呢。您慢慢吃吧。那我修好照片给你寄到你们家去。行，就这样吧，不好意思。
老婆，我回来了，你没吃呢吧？来来来，给你带了点饭。老婆，哎，就吃点啊。你不是说你和区政府的人一起吃饭吗？怎么变成张薇薇了呢？啊，你千万别说区政府的人临时来不了了，你以为你在演电视剧啊？我没告诉你跟他吃饭，这不就是怕你生气吗？你知道的话就更应该提前告诉我，对吧？我有说过不准你和他单独吃饭吗？是没说，但是我怕我跟你请假你肯定不批准啊。你的事情我什么时候没有批准过？我更何况你明知道我会不高兴，你还非要和他一起吃饭，怎么和他吃饭白菜能变成鲍鱼味吗？哎呦，不就是跟他吃了几次饭吗？有什么还几次？你跟我说清楚，你们俩到底单独吃了几次饭？不是，就是吃了饭又能说明什么呀？那你们还笑得那么开心？不是，那不就是讲个笑话吗？咱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听见你这么笑过。你也没给我讲过笑话。讲过，你压根就没笑。那就是你讲的不好笑。你以为我现在在开玩笑吗？你们两个能笑成那样，说明你们是互相欣赏的。不是，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？那我们就是互相欣赏了，怎么了？你个坏蛋！你个坏蛋！死了！你干嘛又打呀你？你欺负我！饭吗？那好啊，就凉拌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凉拌。哎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我给你跪搓板，行吗？哦，哪还有搓板啊？就亲眼把你扔在洗衣机里了。你这要干嘛？你也给我耍来这套，就没听说过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分居的？
你闻闻你的衬衣，全都是香的，一件一件都给你烫好了的。老婆，我知道你辛苦，那你何必要这样呢？我心不苦，我是命苦。你命还苦啊？你知不知道你嫁给我，你多幸福啊？你是三生有幸。哼什么哼啊？余春晓，你知不知道，自从我娶了你之后，我就再没有跟别的异性，我有过什么瓜葛暧昧？哎，顶多就是跟张薇薇吃几顿饭而已，有这么大罪过吗？你好，请问找谁啊？我们这已经下班了。我找住在这里的刘教练，在这里养伤的。哦，刘教练啊，脚受伤那个。对啊，我给他送点吃的。哦，他现在不在这儿了。您知道那个白总吗？他把他接回家了。啊？他们家？是啊。谁呀？哎，你好，你找谁呀？请问是白雨杰家吗？哎呦，是。疼！哎呦，疼！别！哎，小姐。哎呀！等等。你把我老公接到这来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搬到这来，为什么也不告诉我？等等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公开同居，向还未离婚的妻子正式宣战？不是戴娜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说，哎呦，你误会了，真的不是。戴娜，你别多想，其实他只是想让你安心的把花画好，而且他也可以快点把腿养好啊。是啊，你听我说，他们家有洗手间可方便了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，我这没来得及给你打电话吗？这是理由吗？戴娜，你也别怪他。这不是他的意见，是我坚持要让他来的。之前的地方我们不是跑洗手间还要跑40米吗？这个地方有热水也方便啊。可不是吗，戴娜。别叫我名字。我觉得一个已婚男人搬到一个单身女人家里来养病不太合适吧。看你说什么呢，人家白姐是好心，要是没人家给我做饭，没人家给我按摩，这腿指不定什么时候好呢。这是我给你炖的红枣银耳羹，趁热吃。我觉得你们俩需要好好聊一聊，我先离开一下。老婆，别生气了好不好啊？干嘛呀你？非得拽你是不是？老婆来，哎呦。老婆，既然你不愿意让我住在这儿，那你给我想个办法，我听你的，行吗？我要说的不是住不住这儿的问题，而是夫妻间的尊重问题。我每天画画够忙的了，可我心里无时无刻的不惦记着你，还抽空给你炖汤喝，你居然让我端着一锅汤来扑了个空，这太荒唐了。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我真是怕给你添麻烦，真的。你说一个愿意帮忙，一个本身就很忙，我不到这儿来我上哪儿去？谁愿意帮我按摩腿？你说如果不管怎么说，是我承认我错了，这事儿办得不妥当，你别生我气了好吗？我向你道歉，真的是我办得不好，你别生我气了行不行？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人家把我接到这儿来不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那你说不然怎么办呀？啊，你看看，人家也是为了我好，人家把我接到这儿来图什么？是不是？你让我在这儿住不也挺好的吗？有人给我做饭，有人帮我按摩，没啥事你还可以过来看我，给我煮点面条吃，是吧？怎么了？刘栋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了让你恢复健康，我一再的让步，你倒顺杆爬得起劲儿啊。我倒要看看你蹬鼻子上脸到哪一步。
老婆，我都跟你解释多少回了，我根本就没什么，你为什么总是误会我呀？白教练，那我先走了，麻烦你了。戴娜，你放心，我会把刘栋的伤照顾好的。白教练，你是对我那天说的话在宣战吗？你别多想了。再见。来，喝牛奶。这事儿也怪我。你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，我睁开眼就是打手机，偏偏就是昨天晚上没开。这事我本来是要告诉他，可谁知道他来这么早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别想了，这事不是已经过去了吗？这早餐吃起来什么感觉啊？香，感觉可好了。以前呢是三个人吃饭，后来又变成两个人，接着匆匆去了启智学校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不过今天又变成两个人，我终于尝出这早饭是什么滋味了。吃顿早饭都能吃出这么多感觉来，女人啊真是感性。以前这个家给我带来的只有拖累和烦恼，接着又是孤独和寂寞。可是现在不一样喽。没想到我还能发挥这么大作用呢。哎，不过过两天啊，我腿就痊愈了。我真的希望你腿永远都好不了。你慢点。谢谢你啊，我腿要是好不了的话，我怎么参加训练班给别人培训啊？嗯嗯，是我想的太多了，多吃一点啊。其实啊，想要屋子多一个人还不容易，再给聪聪找个爹不就行了吗？娜娜，你心烦，我还烦着呢。那咱们俩就一块儿烦吧，互相聊聊，也许就不烦了呢。他跟那个女人怎么能笑得那么开心啊？跟我从来都没有过，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笑。嗯，那坏了。怎么呢？他能让他愉快呀。可我使他愉快的时候也有很多啊，他也没这么笑过，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大笑。那怎么办啊？我这不是问你呢吗？你也别太伤心了，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，他偶尔对别人笑一笑，那80%是出于新鲜感。久别重逢人的笑，就是比那整天在一起的人笑的要来得生动。你少安慰我了，
这可是一个重要的信号。什么信号？他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在乎我了。那原因是什么呀？我就是找不着原因啊。你还在乎他吗？我要是不在乎他，我来找你干嘛？那就重新激发他，让他还像以前那样在乎你啊。哎，首先一点啊，你现在生活上是不是用他的钱？嗯，我都是全职主妇了。那他就在经济上拿着你一口啊。他知道你离不开他，但是他敢离开你啊？那怎么办？哎呦，你先别乱啊，慢慢调整吧。我这儿啊比你乱多了，都住到另外一个单身女人家里去了。那你就忍着他了。好在他腿坏了，连走路都不可能。喂，那也是容易日久生情的呀。你清醒一点吧，你瞧瞧你画画都快画魔怔了，这个家你还想不想要了？想啊。那别让他待在那儿了，我陪你去。现在就去啊？那还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正好上午他们不上班，我们快去吧。自己的丈夫在别的女人家住着，你觉得他能画好画吗？哎呦，我这不是没辙了吗？我现在腿坏了，每天不按摩的话就有可能萎缩，萎缩了的话就有可能成为残疾。我让戴娜给我按摩，她哪有时间啊？我要是请个人吧，害怕影响到她的创作激情。多亏了人家白姐，是不是？堂堂一个健身房的老板娘，人家凭什么每天给我按摩腿啊？你这话说的是没有错，可一个单身女人家里，别人会怎么说呀？你说什么呢？现在说这些好像有点奇怪吧？不过说什么也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刘栋能赶快好起来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工作上。我跟他之间如果有什么会发生的，早就发生了。就是啊。我现在回家是吗？你们来什么意思呀？说句话呀。那你住在这儿我也画不好啊。行，我不住。你给我按摩，你给我康复，你有时间吗？真逗。啊啊！哎呀，人家白姐，人家一片好心。我受这个伤是在健身房里受的，按理说这叫工伤，人家过意不去才给我天天按摩的。你们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刘栋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该尽的义务都尽了，更何况我问心无愧。刘栋，这么着吧，去我家吧，我找人给你揉腿，你安心养病，我们家有地儿。那你们家凯旋不得给我杀了呀？他要是敢这么对你啊，我就把他轰出去，就这么定了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在哪儿养伤都一样，最起码从一个单身女人家里搬到了一个夫妻的家呀。这事就这么定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该谢谢白教练，为我们家刘栋做了这么多。哎，要不这样，等一会儿一块儿去吃个饭，我请客。哎，穿上袜子去。
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啊。哎，没事，我来。回来了。哟，哎，哟，刘总，嘿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哟，这玩的是哪出啊？他的腿摔坏了。哟，在咱家摔的。啊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戴娜要赶一批画，她在咱们家住几天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懂我的话吗？啊，好，刘栋，那你就在我们家待着啊，好好养养。这样，我呢，回头跑你们家去，咱俩就算互房了。不是，你这，你有点正经的行不行啊？